先生，那柳三娘该如何处置？好生养着，她自有大用处。是。小娘，这梅花绣得真好看，像不像真的梅花？像。小娘，为何您日日都在刺绣啊？没过门之前，我一直在绣房工作，也没有什么本事，只有刺绣还勉强拿得出手。这后宅的日子啊，长得很，若不找些事情来做，怕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。这绣得真好看。莲儿，天色不早了，你该回去了。我想待在小娘这儿，爹娘整日吵架，我不想回去。莲儿乖，你先回去，你爹不喜欢你整日待在偏院，你莫要惹他生气。这样，明日小娘给你做你最喜欢的酒酿圆子，可好？小娘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呀，这玉芳斋的镇店之宝可真贵气。下去吧。是。你都十岁了，怎么还在读尔雅呢？是先生让我们读的。送你去书院，旁的没看你学会什么，倒学会跟我顶嘴了。我在你这个年龄，都开始读《春秋》《尚书》了，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榆木脑袋，半点没随我？你不用在这儿指桑骂槐的，你不就是想说我这个当娘的肚子里没墨水，辱没了你吴家的家门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整日在外面抛头露面的，像个什么样子？再看看你买的这些都是些金银之物，简直俗不可耐。你当初娶我过门的时候，怎么不嫌弃这些金银玉器俗气啊？你娘家本身就是一介商户，能嫁到我们吴家已经是高攀了。你既然已经进了门，就应该学我们吴家的规矩，好生侍候我娘。这幅画你又花了多少银子？这是前朝名画，怎能跟你那些俗物相提并论？500贯。1000贯，有本事你把这些年挥霍的银子都给我还回来！还成天说自己是什么世代读书人，哼！你这祖上数三代都出不了一个进士，还好意思在这里酸不唧唧的装模作样？我呸！是我特意给你做的，本来想着等过几天你生辰的时候再给你，看看喜不喜欢。我娘从来都没给我做过这些东西。你娘其实也是疼你的，只不过
平常事忙罢了。这些梅花绣得真好看。绣梅花是我最拿手的。那往后梅花也是我最喜欢的。快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小宁，嗯，我想试试刺绣，可以吗？行，那我教你。嗯，看啊，这个针要这么拿着。说让你在屋里歇着了，只不过夜里着凉，陈坚已经喝了药，不碍事的。莲儿，快坐过来。还是坐在此处就好。怎么，你很怕我？你爹还真没说错，你一点都不随他，也不随我。默默，一会儿到了染房，你看好莲儿，莫让她乱跑。哎，大娘子你放心，我会照看好小郎君的。哎呀，给你倒点水，小郎君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小郎君，你在这儿等我。我去就回啊！嬷嬷，你要去哪儿？我上趟茅房，你千万别乱跑啊！哎呦，今日你与你娘去铺子，可有瞧见什么？把你今日所见所闻，一句一句说与我听。去时的路上，我在马车里睡着了，娘儿嬷嬷照看着我。醒来之后，娘已经回来了。你没进去吗？不是让你跟着你娘的吗？你。没用的东西，滚下去！来人，主君，若是娘子再出门，叫人暗中跟着。您这是叫你去就去，若是发现什么，立马告诉我。是，回来。不用了，你下去吧。那我是派人跟着大娘子，还是不派人跟着？你听不懂话是不是？我说不用了。是，主君。小娘，你看我绣的好吗？你绣的真好。哎，今日你不是应该随大娘子去巡殿吗？我喜欢刺绣，小娘，
你能教我吗？这不是你该学的。为何我不可以？你与小娘不同，你该用功读书，日后才会有出息。可是我爹读了一辈子书，又如何？方才我坐在这儿一针一线地绣着，心里感觉莫名的宁静。我好像明白小娘你为何如此喜欢刺绣了。你若是不肯教我，我也会想法子自己学的。若是我答应你，你得向我保证这件事情不能让你父亲知晓。为何？因为你是男子。小娘你就放心吧，我父亲不会知晓的。嬷嬷，我嫁到吴家有十几年了，他平日里是怎样待我的，你自是最清楚不过。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我们这些商户人家。想当初，他吴家要不是在钱财上实在是捉襟见肘，他又怎会甘心娶我？前几年，我自请和离，他不同意，还假心假意地哄了我好一段日子。可他这哪是舍不得我呀，他是舍不得我娘家这源源不断的银子。嬷嬷，你看看这满屋的家当，哪一件不是我从娘家陪嫁带过来的？我要是没有这些，他对我哪有半点情分？可你毕竟还有小郎君，你总该为他想想吧。哎，要是你离了家，那让小郎君以后该如何自处啊？小娘，小娘，慢点儿。小娘，这是我花半个月绣出来的，如何？从未见过如此逼真的洛梅娜。我还偷偷去城里最好的绣坊里看过，那些绣样都不如我的。瞧给你得意的。那还是小娘您教的好啊。我哪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，如今你的绣艺啊早已远超于我了。你这手怎么伤的？一点小伤不要紧。等着我给你拿药。说过多少次了，若是想刺绣啊，定要护好我们的食指，这是刺绣人安身立命的根本，怎么就不听呢？给我。疼不疼？有点。小娘你就放心吧，我会好好护着他们的。这几日莫要招水了啊。嗯。瞧瞧这是谁回来了，这不是咱吴家的大绣娘吗？谁让你们进来的？这可是一只绣花的手，比女的还白嫩呢。还剪？没想到啊，三哥原来你还有这种癖好，早知道二伯别送你去书院了，送的是绣房吧。我看你这绣艺也不比女人差嘛。楚君，这是那个逆子绣的。别！哎，楚君，别！你是个贱人，竟然背着我将莲儿这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你想毁了他是吧？楚君，你听我解释，楚君。想当初，我就不应该让你这个低贱的奴婢进我吴家的门。明天你就滚到庄子上去，别让我再看到你。楚君，楚君，我怕
堂堂一个七尺男儿，竟然天天关起门来绣这些女人家的东西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一个玩意儿？主君，烧了啊！全都给我烧了！拿过来烧，拿过来让他看着。逆子，那院子谁能比我更熟？这侧门后面有个洞，我钻过来的。大夫来过了没有？上药了没有啊？不碍事的。我爹打您了？是我连累了您。我这辈子虽无所出，但是菩萨可怜我呀，将你送到我身边。这几年若不是你日日来侧院陪我，我都不知道日子应该怎么过呢，何来连累一说？莲儿，你是聪慧的，日后要好好念书，有朝一日定能考中。小娘，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明日我就要去庄子了，怕是日后很难再见到你。我去找爹去。莲儿，你爹现在正在气头上，你切莫去惹他。其实去庄子上住也挺好的，那边清静自在，比这一方小院要强多了。那您不要我了吗？再有几年你就到了籍贯之年，怕是再来后院就会不方便。我只要知道你好好的，小娘心里就踏实了。那我得空了，就去庄子上找您。那您明日一定要等我，我去送您。这个能到多少银子？五十两，一分也不能多了。这可是上好的蓝田玉。小公子啊，你要是不想当的话，你就拿回去吧。啊！你去取钱吧。哎。
小娘。郎君，主君他让小的把这平儿给封了，要不郎君您还是先……谁让你进来的？小的这就走。这后宅的日子啊，长得很。若不找些事情来做，怕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。这梅花绣的真好看。我绣梅花啊，是最拿手的。那往后梅花也是我最喜欢的。这是我花半个月绣出来的，如何？我还从未见过如此逼真的落梅呢。我喜欢刺绣，小娘，你能教我吗？这不是你该学的，你与小娘不同，你该用功读书，日后才会有出息。可是我爹读了一辈子书，又如何？方才我坐在这儿一针一线的绣着，心里感觉莫名的宁静。我好像明白，小娘你为何如此喜欢刺绣了。当真要为了你姨娘亲娘亲于不顾吗？娘亲，你有几时把我当成是你的儿子？我真正的娘亲昨日已经死了。站住！今日你要踏出这个门，你就永远都别回来。您放心，这吴家的大门，我吴莲此生都不会再踏入一步。你，莲儿。我活了几十年，第一次看见男的做刺绣，简直不像话。若是天下男子都同他一般，哪天起了战事，岂不是国将不国呀？这些绣品当真都是你绣的？正是。娘子手中这幅绣品绝不输于怀州府任何一家大绣坊。何为烟雨绣？烟雨中变幻万千，方为烟雨绣。以娘子手中这幅梨花绣样为例，那梨花里深深浅浅藏了数十种白色，近看时似是含苞待放，离得远些便能得见梨花盛开，如梦似幻。这倒是闻所未闻呢。这幅绣品在下可以赠与娘子，等下个雨天娘子自会知晓。好，那这幅绣品我就先带回去。若是当真如你所说的，那今后我家的绣品就都由你来做。这不是赵家的大娘子吗？这可是怀州城数一数二的大户，这人好运道。
这赵娘子都说，说不定还真不错啊。难得呀，我也瞧瞧。先生，王媒婆过来了。带她进来吧。是。这呀可是天大的好事儿，那张家呀可是怀州府的世家，三代内出过宰相的。我自是知晓，可我不过一介商户。哎，您可不是一般的商户，这烟雨绣楼啊在怀州府那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。张大娘子啊那也是看中了这一点，您又是一表人才，张家呀也不是攀权富贵的人家，自然想给女儿找个适合过日子的夫君。我跟人说了这么多年的亲，什么样的没见过呀？要我说呀，这可是送上门的好亲事，旁人呐是求都求不来的。你所言极是，能有机会迎娶张家嫡女是我的福气。这就对了。娘子久等了。不碍事。岳父大人，请喝茶。母亲，请喝茶。我就这么一个独女，日后你可得好好待她。岳父大人，岳母大人，你们大可放心，能得蓉儿为妻是我最大的荣幸。我定会好好待她。她没有察觉到什么吧？没有，夫君待我很好。这下娘就放心了，虽然这吴莲是一介商户，但是她在怀州府颇有名声，以后你的日子也不会太难过了。唉，以你现在的情形，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。母亲说的是，我也已经很满足了。
今日谢谢你陪我回门。我有意在烟雨绣楼收徒授艺。收徒？此事你无需多问，你只需在怀州府的女眷中多走动，替我造势即可。那我需要做些什么吗？听我的吩咐便是。怎的还不见吴娘子？你今日就不该给她下帖子。往日她是张家嫡女，自是高我们一头，如今可就不同了。就是，那吴莲就算绣艺再怎么厉害，也不过是个商户罢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今日一早啊，我便替孙二郎去曹家提亲，耽误了时辰。不过呀，促成了一桩姻缘，倒是件好事。曹家？哪个曹家？城北的曹家。哦，他们家这代无人做官，怕是你们不太熟悉。那孙家怎会与他结亲？要知道，孙老太爷可是太子的少妇，虽说已经致仕，可那岂是小小曹家能够攀附的？哎，你年初的时候不是为你们家小五一亲打探过孙家情况吗？那时候他们还说孙二郎并没有一亲的打算。那你可真是好口才，竟能说动孙家啊。不是我口才好，是孙娘子自己看上了曹小娘子。孙娘子怎么会知道她一个小门小户的女子？曹小娘子在烟雨绣楼绣席了有一段时间了，前段时间孙娘子大寿，这曹小娘子啊就亲自绣了一幅万寿图作为寿礼。你们也知道，孙娘子啊最看重女子的女工德行，又数着烟雨绣楼的绣艺最得她心，所以自然对这曹小娘子多了几分青睐啊。如此说来，这曹小娘子能得这门亲事，倒是多亏了这烟雨绣楼啊。那是她自己的好福气。不知这烟雨绣楼几时再收徒，我替我家小妖啊也留意留意。就是啊，我家六娘从小女工就让我操碎了心，正好送你那儿熏陶熏陶。就是就是，来吃个橘子。哎，枣子也好吃的。你们也吃啊。先生，新来的一批秀女已经安顿好了。好，让人去给我准备一副绣架，越大越好。先生，您这是要绣什么？落梅。为何不是梅花，而是落梅呢？开在枝头的梅花太过艳俗，落在雪中的梅才是最美的。是。竟被贼人糟蹋成这样，可惜了。这幅雪中落梅图我绣了许多年，越绣越觉得小气，没什么可惜的。这次我要举整个绣楼之力，绣一幅更宏大更让世人称颂的烟雨绣出来。
曾经。